間特集，時間12:00，今年7月10日星期三。首先就我記得去年7月9日嗰日，我放假，然之後我自己，然之後我去呢個流河山影相。依家林鄭娥佢之後召開記者會，又交代翻逃犯條例修訂風波嘅詳情。佢話因為修訂逃犯條例有重大嘅失誤，即係嚴重嘅錯誤啦。咁所以佢話而家呢條逃犯條例已經壽終正寢。壽終正寢的意思就是話已經死了啦，撳翻。佢仲講英文就係 ，in the bill is dead， 意思係草案已死。意思係咩咧？佢意思唔係話呢條條例廢嘅，意思係話因為鑑於好多因素令到佢通過唔到同翻條例，咁所以就係 the bill is dead。草案已死，即係佢係以壽終正寢呢個字形容。好多人就話點解林鄭佢唔直接講撤回咧？因為其實我記得6/16呢個遊行之後，林鄭話。我而家特區政府暫緩修訂逃犯條例工作，其實我係點都唔會撤回嘅。佢講嘅呢個係，咁所以話而家即使好多示威，佢都唔會，佢話都唔會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警察會濫權，佢亦都唔會撤回。佢只係以壽終正寢呢個字去形容嗰個逃犯條例，佢形容就係呢個逃犯條例已經死咗啦，即係話而家市民係俾唔到佢翻身，係咁嘅，係即係係咁叫佢死，叫佢死，叫佢死咁解。二把加成，升到96啦。我記得上個月10日係我買咗呢只 Battlefield 翻嚟，一個月就升到96。其實我預計唔使一個月就會升到 level 140。我究竟點買嘅？究竟就係、是、我上個月點買嘅？上個月就係、是、因為我去翻深水埗嗰個檔口，佢話。我嗰陣600係買錯咗嘅，即係話要有隻主碟先可以攞嘅高級版嚟買。咁可能我就去灣仔個機鋪睇下，然之後冇。之後佢話而家出嘅就係 Battlefield 5，跟住話走翻去深水埗啦，冇。咁佢話佢喺間叫2000分裏邊叫嗰個人幫你買，跟住之後佢話佢話冇得幫你買，咁所以佢話要我申請 My Car 會員。跟住佢要我，即系，跟住我買咗個 My Car 個 account， 跟住然之後，我買咗點數翻嚟之後，利用 Google search 去我 Vision 嗰度，跟住我就去，然之後 click 咗入去買啊。中考。既然之後，我喺 Gmail 收到嘅信息，我 Vision 訂單已確認，你已經利用 My Car 去購買 Battlefield 4。
可能你都唔記得咗，就係點解我會買咧？因為好簡單，我個舊嘅 account 俾全球誒 block 咗，咁所以就玩唔到。嚟緊又有大型嘅示威，又係抗議政府修訂逃犯條例，又係回應嗰五大訴求。我一講起訴求，就令我諗起連龍牆。你都知咩？連龍牆就源於雨傘運動，跟住好多人就寫嗰啲咪姆字嗰啲字條喺嗰個碰牆嗰度，咁呢啲就叫連龍牆。咁而家就係、是。因為修訂逃犯條例嘅示威之後，全港好多個地區，即係啟田商場出面、馬鞍山、大埔、天水圍西鐵站，所有地區幾乎係全港都有連龍牆嘅出現。咁先又講咗話天水圍西鐵站天橋係有連龍牆喺度嘅。咁但係心諗你黐嗰啲，唔係你搞連龍牆冇問題，你邊即係好簡單，你邊有信任會阻止你噶嘛？咁但係如果嗰度啲人如果真係強迫你去簽嘅話，強迫你簽咩話？唔該阿哥仔，我一定要簽名咩？你要撐我哋嘅咩？我心既然之後，假設我喺度，佢逼我簽嘅，咁我就寧願爆出鬧佢簽你老母啊！因為簽唔簽係我的自由。如果再假設離譜啲嘅，屋喺屋苑範圍裏面有連龍牆出現，我會嬲到攞刀想淋佢，淋個連龍牆度，甚至我嬲到係拆曬佢。即係你唔好同我講以一貼二係撕一貼十。即係意思係撕爛一張就貼翻十張，話俾呢係唔可以成立嘅。咁即係點咧？即係話我唔即係你撕一賠十好簡單。我撕十你賠幾多？撕十賠一百，因為你撕一賠就成十倍，咁你撕十賠一百，你先貼翻百張俾我睇。總言之就係我真係唔想屋苑見到連龍牆出現。成績表派咗啦，點咧？就係我第一學期全班32個裏面，我第18，跟住我第二學期係19，跟住全年就係第17，32名裏面，我全級就係101個裏面，我第48，咁其實咁樣都好好，因為每次我睇到個表嘅次次都係我係中間嗰個嘅，即係一百零二我哋買嗰個嘅。咁我全我以 A 班同 B 班計 ，A 班同 B 班夾埋有六十二個人。咁我62個人裏邊，我第48已經有我，即係後面有14個人喺度。咁我都有個進步嘅，然之後佢俾我評嘅係咩咧？為人樂觀有責任感，跟住課室規則應加注意。我想諗呢一句咩意思咧？咩叫佢嗰句咩課室規則應加注意？我想諗咩意思咧？我記得課室嘅規則裏邊係唔俾食嘢，唔俾飲嘢，即係唔俾飲嗰啲外來嘅嘢。都唔俾食零食，乜都唔俾食，同埋俄羅斯批准不准使用手提電話。咁我見咁佢話佢講呢一個唔通就係我用個手提電話聽過。咁所以佢俾個評語就有，佢俾個評語就有呢個字眼出現。我一改班房就個班房都改變咗好多。我今日翻嚟之後，嗰個班房嘅冷氣機係換咗，涼到哇！真係涼到啊！真係。跟住之後，
拉涼到咧，然之後我嗰張台係好多沙喺度。咁但係唯一一個改變就係嘅出邊誒開燈、開風扇、開抽氣扇嗰個掣嘅隔離又多咗一個掣，但我唔知咩。我行出嗰時候我冇留意到。幾多次又爆咗 ？level 九啊五，幾開？200，100。这个反斗奇兵四我都是我听日睇六点钟，我睇三已经系喺小三小学生嘅暑假度，一年升小三嘅暑假，因为其实佢相隔八年先播，我系唔知道个剧情系点嘅，因为我记得这个反斗奇兵三佢最尾个剧情就系安仔上大学之后，因为佢要专注学业。咁所以佢將佢啲玩具要送俾人，跟然之後胡迪嗰班玩具就同安仔 say 個 goodbye， 就係咁啦。咁我望到都好感人喺度。